亲爱的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亲爱的，你要带我去冰岛了，耶！不是，你知道身为一个职业的 YouTube 有个东西很重要吗？职业像我这么 Pro 的，后面就要有一个 Pro 的鞋内裤，就是。哎呦，有气。自己都不害羞，自己讲自己 pro。我们找到一组很酷的沙发，沙发对于这些 YouTuber 啊，我觉得真的太重要。哎，你最有印象是哪一个 YouTuber 的沙发？白痴公主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没穿内裤。不是啊，就是因为她娃娃上面总是有很多娃娃，是很跟她都有很密切的相关联，她一定会放一些阿田啊。所以就是我觉得沙发站那个你在，如果你常在室内拍一些东西，像他拍小织女的时候，沙发在整个画面当中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这次啊找到一个我们觉得非常酷的沙发，先来挑战自己的沙发自己搬。哎，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，在哪里？金嘉义手工沙发，它是你找的对不对？对，我找的。因为我一直觉得在比较早以前，大大沙发很多都是台湾自己做自己产。品质比较好，可以用很久。现在就找不到这种，这家是我找了很久才找到，它的东西是台湾做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你一直晃来晃去，感觉很抖。自己的沙发一定要自己搬，加油！哎，刚好在下雨耶。我们就在这里哦。等一下，你们要帮我。我懂你。我们车停很远呢，车停的有点远呢，没有很远，大概两个路口而已。再见。哎，这样，拜拜，拜拜。加油！哎，加油！我们想说，所有东西要自己来，其实他可以帮忙送到家，不用那么辛苦。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呢？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你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不是，自己搬、自己装、自己扛、自己载，加油！有点后悔，他那个木板底下那个是实木的。我的车居然可以放两块底板呢，超级刚好。那我们再买一组吧。我觉得有时候这时候就知道修理车真的很重要。你看这不是超级棒。前几天 Instagram 嘛，你有看到，大家应该有看到我自己一个人搬了多少东西吧？而且他没有给我推车哦。今天呢，他来搬沙发的时候，一样没有推车哦。你看我们后面超满的，超级无敌满，而且可以自己载，真的是载好载满哦。我累了的，剩下交给你了。我没有要，我没有要动手，真的，剩下交给你。其实我们当初看到这个沙发的时候，觉得悠悠一个人也装得完。他其实很期待他回来，因为他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大型的乐高魔术沙发。魔术的英文怎么讲 ？Magic sofa。可是魔术胸罩英文怎么讲？你不要在那边整天在那边。很简单，就叫 Magic bra。不辣哎！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开它。开箱这个第一箱，第一箱，这个第一箱，这一看就是知道是一个长方形，这个就是一个长方体。你在讲废话、哦。我要开了。现在大家会觉得回音比较重啊，我相信我们的新家摆这个沙发以后，回音就没有那么重了。等下打开来，它号称它是一组魔术沙发。不论你的人生走到哪一个阶段，你单身了，你失恋了，你两个人，你是一个家庭，通通都可以使用。它是你一套陪伴你人生的沙发。我觉得你很专业，我非常发现真的，我真的觉得他就是这样子，他能做到魔术沙发，就魔术在这个地方。相信这个主沙发以后一定是我们家非常重要的沙发，对，它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大重点。我们现在就来看，你是不是还是需要我？我其实我觉得我不需要你滚。我们现在开的这个是它的底座，它的底座呢跟别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。哪里不同？等一下打开给大家看，大家都知道。
你不要发出那个你最近玩第五人格那个都一直发出说原丁吗？对啊，原丁就是被那个被犬之后会发出怪声。对啊，我喜欢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跟我们家的是不是很美？木板很搭哎、欸，这是胡桃木。对，这个颜色我好喜欢啊。木桃他们也像这个深色的，这是胡桃木色，是不是超漂亮？现在要开箱，这个是它的底板，这个底板啊是全实木的实木板，一般的沙发的底板只有边框是实木，可是酷比物它已经做到是整片的实木板。我觉得很厉害哎、欸，这家做沙发其实。是很老的老店的，他的，他母公司是什么、他母公司叫做金嘉义，在台湾已经开了40年了。是老店了呢。没错。应该也是第二代想出这种神人的玩意，好痛，好痛的要命。不会啊，可是我觉得很棒哎。好了，老实讲啦，这家沙发是新店蔡依林找的，他在网络上找到的。对，你看他有多厚，他提供我们这个实测的 sample， 我觉得真的看起来非常棒。他的木板做到5公分那么厚，哎、跟我差不多。你知道你那一天扛起来是什么东西吗？真的很厚哎、难怪木板、我拿下我比一下给大家看，而且它是整片的。哎，这个难怪那天我真的圈圈叉叉重，我们称一下它多重好不好？我们是昨天去搬的，那天我在搬的时候真的他妈的重，真的。我们会不会把体重机压坏、应该是不至于啦。再怎么样，绝对是，哎、你很夸张，你拉那个又没拉，我是傻眼。哦，对不起。我觉得大家看到我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这样、啊？最近路人看到我，真的很色哎，搬不起来。可以，我可以，身为一个独立新女性 ，Come on， 我可以这样子。可以，你不要逞强哎。我觉得最近路人看到我都想要有提醒我要拉链那种感觉。25.4公斤哎、太夸张了。比悠悠还好走。是超重，所以真的不是我的问题。我那天搬不是我不愿意搬，是他真的圈圈叉叉的重，比我还要重。因为其实他一套啊，就是有2块实木片啦、一套。我们今天就来示范这个一套怎么使用。我们先来装第一片。我帮他们装脚。为什么要装脚？你知道装脚吗？就调啊看。调啊看。好，插我比较喜欢大的嘛，插错洞是插这里。我跟你讲，没洞要小的，是。这一只要大才对，这格子太大了。你看它的纹路是不是很美？我觉得它蛮漂亮。它的纹路都是使用自然涂料，所以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美。我很 care 一点，就是这个高度啊，扫地机器人直接过去。可以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是可以。如果扫地机器人直接过去，我就觉得你选的太好。那如果过不去怎么办？如果过不去，我就觉得选的一点都不好。应该是可以的。我真的很担心哎，你锁那么紧，人家锁坏。可以。轻一点啊。可以，真的，老板有说你锁越紧。好像就跟我一样喜欢紧，我也喜欢紧的。对，他们的这个啊是有经过 SGS 的耐久度冲击测试，满分5积分。哎、你锁完了，接着你要干嘛？接着要。你这个画面不好看，我不喜欢这么大的，我不喜欢。要贴这个，而且那个颜色不太对，我喜欢比较粉一点的。这一面可以吗？太白了，不行啊。好，我要贴了。哎、你这很，我觉得，我们频道会被锁起啊！我跟你讲，不会吧？每天都在18禁，真的是。温柔的贴上它，温柔的贴上它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，因为像我们是贴，我们是超耐磨的那、這个超耐磨的地板，贴这个真的重要。你温柔一点好不好？你在华丽的转身哦，拜托。这什么厉害？你没有你老公厉害。你知道你老公最厉害的是什么？讲干话。不是啦，哇，你看，这个是什么颜色？这是可以拉吗？是你挑的哎。对啊，是不是？你超美的哎！你不要乱丢好不好？真的是。这个是它的背面，是它的正面，灰色的。这个颜色跟我们的地板这样整个呈现应该会非常不错，你要试试看。那这灰色是很美，宋氏 CC 都是用这种灰色基调色。你知道宋氏 CC 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你都没有看韩剧吧？没看韩剧啊。好，拿出来。我喜欢这个颜色，看起来很棒。而且这个材质是，如果你家有小孩或者你家有宠物，都非常适合用这种材质。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看。看到没？我们家上桌是不是很棒？我们家拿下来沙发是整个都是布的，那它是整层套在外面，你必须清理的时候要把整层脱起来，而且它很多脏东西会掉到里面，里面一样是布的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清洗。
可是呢，这是实木架，你只要擦一擦就好了。真正要清洗的地方，全部你都可以拆掉，泡棉也都包在里面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很不容易脏的沙发，非常适合家庭主妇懒人福音啊！好了，赶快啦！你有真的觉得？不过我这样很浮夸嘛，可是我说的都是真的哎。你是木曜是看太多了。我每个礼拜都有准时收看，check it out，你继续看下去。我听到那个动的那个声音，楼下邻居现在已经十一点多，不知道楼下邻居会不会抗议？应该是不会，因为我刚刚有贴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录音贴啦。泡棉、海绵之类，静音的啦。静音的好，再把它放上去。你看这颜色有多美！真的，是不是？跟我们整个地板搭起来是非常棒的，非常的漂亮，整个就衬托出。是沙发。等一下，靠背一下。是谁？多会选。靠背一下，快点。哎，来，靠背一下给大家看。哎，这个是靠背，我们把这个拆起来。它其实就很像乐高。我最喜欢玩对手的游戏。打扶狼剧。哎，我发现这非常适合独立新女性，真的就是我。有一天没有你老公，你会怎么样？好好。好。有两个，现在在手用完了。耶，装好了。Q B 五的沙发呢，虽然是两人沙发，可是它也可以当单人床哦。如果你的老公表现不好，我表现得很好，太晚回家，你都可以让他睡在沙发上哦。哎，这个高度，这个刚刚好哎，这刚刚好可以睡一个。亲爱的，嘿，我觉得这个沙发比较硬哎。我们上次那个沙发，就上次旧家沙发是软的，这个比较硬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睡觉。这样子你看，很像一张单人床哦，太舒服了。它这个泡棉是高密度泡棉，是一般沙发的三倍哦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对，它比较密哦。它比较密，高密。可是我觉得它是，我觉得有个很棒的感觉，像如果以这个单人床模式，可以坐三个人，刷比一般的双人沙发稍微再宽一点，可以坐到三个人没有问题。就算有一个脚扣在中间。现在就是这两块那个脚可不可以不要再敲了，自招招赢，揍你啊！然后现在是两块板子，你知道为什么可以这样吗？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因为它是为台湾人设计的沙发，它的高度是为台湾人所设计。一般的沙发你是不可能这样子坐到最后面还踩得到地板。你真的是好啦，现在这个角度啊，是两个实木板都是放横的。我们现在把其中一个实木板把它转成直的，给各位看一下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把它转成周木。你这个感觉太舒服了吧？不是很废，可以形容你而已，根本就是超级废。你这个模式叫什么？周末模式吗？我刚这边在放百威。那可是另外一边要干嘛？另外边就我老公啊。可是这样子，我觉得有个小缺点，就是你躺着很舒服。等一下，如果我坐在这边不够舒服，你知道吗？会啊。我觉得会。有我在你旁边，你全身都会舒服。拜托，把这边也转成另外一个样子好不好？我们可以两个一起转。我真的觉得实在太舒服，我有点想睡觉。这沙发是不是很棒？可是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厉害哦，这个算是整个是台湾的工艺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觉得我这个 idea 真的很不简单，它虽然是很简单的 idea， 可是把它坐在沙发上，我觉得它的变化真的可以很多。今天 QB 让我们做的是最简单的型号，是一套两组啊，当然你也可以有三组、四组，那你无限延伸。
对，真的有好多好。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，它就是乐高的概念。对，那它现在是在哪边集资？它现在在泽泽的平台上面有募资活动到10月底。我们把链接放在底下。募资期间有什么特别优惠？募资期间你有延长保固，独家的哟。那之后它还会出一系列的茶几啊、USB 整线器、各式各样的沙发配件，都之后都会慢慢的出。你要维修啊，或者是你要换。都会有不一样的优惠。对，而且你看吉他旁边都是洞，所以还有很多其他的变化。那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洞，就可以放放电话啊，放放什么的，其实非常方便，这样就不用再买茶几啦。没错，而且金嘉义沙发呢，它是全部都是台湾做，那实木板是当然是外面进口，可是它连沙发、沙发布、桌里面全部都在台湾做，而且他们在这边有工厂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很棒哎，这样能找到我觉得。除了娶到这么好的老婆之外，就是好棒能找到好的沙发，而且这么好的沙发也是他老婆找，没有我他真的就不行，没有我就不行。今天的影片已经结束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老爸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5点准时发布影片，还有我的 IG 跟我的 Facebook， 记得会把链接放在底下，要去追踪。啊，我的 IG 我会放在底下，记得要追踪哦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看扫地机器人到底可不可以进去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太棒了！扫地机器人能够进去啊，真的是买沙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